糖尿病高危群，小心默默上身。糖尿病常引发血管病变、视网膜病变、心血管疾病、肾脏病等合并症的发生。若是发现血糖异常，应尽快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。糖尿病是华人十大死因之一，而肥胖、缺乏运动、高血压、高血脂、吸烟、饮酒过量、遗传等，都是糖尿病的危险因子。依据2017到2020年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显示，18岁以上台湾人糖尿病盛行率为 11.1%， 约有218万人罹患糖尿病。糖尿病初期没有明显的症状，病人通常要等到出现多吃、多喝、多尿或体重减轻时，才发现已经罹患糖尿病。如果血糖一直控制不好，将导致心血管疾病、肾脏病等合并症的发生。专家呼吁，糖尿病高风险群应定期进行健康检查，若是发现血糖异常，应尽快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，并积极改善不良的生活形态，以降低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生风险。善用不同健康检查资源，及早掌握血糖异常征兆。糖尿病前期空腹血糖值介于100到125毫克 dl， 没有任何症状，需要透过血液检查才能确认，因此养成定期健康检查的习惯，可以及早发现血糖异常，及早改善。台湾提供40岁以上成人每三年一次，65岁以上每年一次免费预防保健服务。此外，民众也可以透过职场劳工健检、医疗机构的自费检查等，掌握自己的血糖状况。专家呼吁，糖尿病前期是可以逆转的，改善不良的生活形态，可以降低50%以上糖尿病的发生风险。因此，民众一旦发现血糖异常的情形，要尽早寻求专业医师人员协助，帮助您控制好血糖，预防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生。掌握血糖制胜关键，快速查询代谢症候群防治诊所，帮助您。血糖管理对糖尿病人相当重要，避免后续血管病变、视网膜病变、心血管疾病、肾脏病等合并症的发生。专家提醒，无论是健康民众还是糖尿病高风险族群，都要养成定期健康检查的习惯，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。若是发现血糖异常且有以下任两项因子：腹部肥胖、血压偏高、空腹三酸甘油脂偏高、高密度胆固醇偏低，即代表有代谢症候群。台湾目前已有超过1300家的全民健保代谢症候群防治诊所，专业人员会特别指导及提供个人化危险因子管理，帮助民众掌握好血糖变化与其他不良因子，同时配合健康的生活形态，才能有效避免糖尿病及后续合并症的发生。健康生活编辑部。